谁无聊拿放大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。温哥华的朋友们注意啦，我终于要去温哥华了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温哥华，希望可以在2015年12月4号温哥华 Live Show 看到大家哦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先预祝 Live 这一次策划成功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